好，那接下来我们钓这个恐龙角哦，好不好？恐龙角，好，那你知道怎么钓吗？没关系，你待会研究一下，看有没有地方可以勾。来，开始钓恐龙角喽！开挖土机钓恐龙角，加油！不是挖土机啊，是吊车，好不好？对，吊车啦，爸爸说错了啦。来，开吊车钓恐龙角了。好。来，把绳子放下去。没错哦，好、哦，这个恐龙角在山沟里面，你要给它吊起来。好、哦，这个是考古学家挖到的恐龙角。好了，可以了。老板，你要下来勾它。恐龙的脚断掉了。对，来，老板，你要来勾它、啊。你没有勾它的话，你钓不起来哦。我看一下你勾哪里哦。你勾哪里？我看一下。哎呦，你好聪明哦！它里面有一条，有这个绳子可以勾呢。哇，好，可以的，你这样恐龙脚就钓起来了。好，钓吧，老板，加油！一二一二，一。二一二一啊！老板加油，可以吗？哇，没有问题啊！哇，有问题，来啊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你努力勾，努力努力拉，努力拉，它就起来了。好，恐龙角它很重哦，它翻过来了，弟弟加油，恐龙角，再来再来再来，加油，再拉再拉，一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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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恐龙角。弟弟，恐龙脚，恐龙脚，再上来，再上来，恐龙脚要上来了，弟弟加油！哎，哇，好厉害哦，弟弟，你成功了，这么重的恐龙脚你都给它吊起来了，很棒哦，成功了，任务拯救成功，好，任务拯救成功了，赞 ，Give me five， 嘿，很棒哦。